谁的卫生习惯最差？哎，自由人。自由人就是我。自由人怎么可能卫生习惯差？这你自己说，我不想批评你。就一样的状况啊，就因为我不在乎啊。就只要我看，除非说我是发臭了，就有臭酸味的话，那我当然会很对不起我周围的人。但我每天都会洗头，因为我觉得我每天都会有人帮我弄造型，我会觉得臭到人家或是人家手油油很恶。但他不爱洗澡，对，因为穿衣服我自己穿嘛，就我没有爱到人嘛。可是你不会觉得难过吗？我有这样问过他，他说不会啊，因为其实你摸我都干干的，我没有什么，不是那种油的人。哦，对，不洗澡那脚呢？洗脚会，回家会有那种洗手洗脚的习惯，和洗头，其他都不洗，其他随缘。他今天开心他就洗，不开心就算了。小心妇女病。试一下，什么时候他们会花言巧语？面对上司，这个男女都会，这个都会。但我觉得他这个很厉害，他拿捏得非常好。像我就觉得我会失败，因为我这个人很 man 啊，要跟上司在那边啊，老板，我自己也觉得很恶。他就拿捏得很好，就是比如说对一些长辈啊，就会觉得还蛮有长辈缘的。对，所以李亚明非常吃这一套。哦，他不吃这套，完全。他太酷了，所以他才会签我。对，所以他就本身就我完全不来这一招。对，他亚明拔得太酷了，他真的不吃这套。哦，就你说他拖鞋很好看，他也不会比较开心。这个谁会开心啊？他很爱穿拖鞋，他穿拖鞋来上班呢。记者会啊，去记者会，去什么酒店他都穿拖鞋。不能，我跟你讲，对亚明哥，你不能说你很好看，这就娘掉了。怎么了，亚明哥？正，你只要讲正，味道。哇，你穿拖鞋哇，可以杀人呢。味，是味道可以杀人吗？可以杀人之类的，好吧。其实李亚明这个个性是不会接受花言巧语，真的。拍戏的时候啊，然后有时候我比如说 NG 个七八次还不 OK， 然后就会有一些演员出来跳出来救我，比如说明道啊或者王少来说，我就说灯光嘛，你刚刚就差那么一点点嘛，不开心嘛，怎么演就会帮我，要不然其实很尴尬。您对冯凯慧花言巧语三大王？你说对那个三大王斗牛犬吗？你说的哦，我说的。OK， 海哥，我说的。啊，对斗牛犬讲两句话，给你个平台。你很爱给人家平台。你是最可爱的斗牛犬。还是足啦 ，OK 了。来补一集，好不好？哎，刚刚讲到明道，嗯，谁喜欢明道？他吧，我就因为他常常在旁边听明道这个真的，因为自从他传绯闻之后，我就觉得明道这个东西太好玩了。这个东西，对啊，你的软经天也不错啊，还不错啊。那人很体贴吗？还不错，但是是看人呢。他如果对，比如说这几个人就是他比较信任或是熟悉，他就会对这个特别好。但他不喜欢的哦，那就这差。那你会考虑跟他在一起吗？嗯，对啊，会吗？我觉得啦，就是一个人太红的时候，你会不大敢接近他，就是不管是其实连当朋友都有点害怕。哎呀，你客气了，你也是对不对？不遑多让，你也挺红的。没有，我跟他有时候，比如说那个就是秀拍戏的空档的时候，就会去买东西啊什么什么，他那个被认出来的那个几率啊，是100%，一点都没有，没有一个人认不出他的，就会觉得哎呦好可怕哦。就是跟他一起出去玩的话，特征很大吧，就跟荣翔大哥一样，因为黑啊，没有跟荣翔一样，就是我说的是特征很明显，对，因为黑啊，头也很大，头啊什么的，没有，其实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他，嗯，因为这个世界还很大。他要红遍全世界，所以他成长的空间还有。你也不要因为他在台湾太红，对，就不跟人家交往。没有，还是要给他机会。不是，当两个人都很红的时候，就没有这种问题。哦，对。可是我们曾经有在那支百货公司逛街啊。哪一支？我们两个曾经有在百货公司逛街啊，然后就是有两个很有名的 couple。就在前面逛街，他们真的很有种，我只能说。对，因为整个百货公司从一楼到十楼都在讲他们。谁啊？谁啊？谁啊？就那个啊，可以讲吗？他们已经公开，就是那个大 S 和仔仔。哦。哦，已经公开了。公开很久。你到底去大陆多久？回来了没？你说，好不好？知道，知道。那你的阮经天？谁？好朋友。真的你？对。谁？他都有前戏吗？没有。那你们在一起干嘛？我们没有在一起啊。
那为什么要聊他？难道他已经变成阮昨天了？阮昨天。经典，你就会跟他在一起，嗯，是啊，就可以考虑，因为他是一个还蛮体贴的人，希望变成阮永远。下集啊，还要再考吗？下集就落掉了。我们接下来换个话题聊好了。好啊。对啊，对不对？那你们最狠是怎么样？最狠。好，来一遍看第二项，做错事的时候，哦，这个一定会。对对，我从小学五年级就会。那你们会吗？会的。我最多只有说我下次不敢，但是还有下次，永远是这一句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，我觉得有些时候这个词很，我很愤怒，就是我讲我下次不敢，还有下次，那怎么样啊？跟你讲了下次不敢，还有下次是什么意思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能给面子，不给台阶了，不能跳有病嘛，是不是？有在人家身上画圈圈之类的，哎，好痒哦。对，其实可能为达到什么目的要做这一招。不能蹭流量。哎，对。然后我上次看一个节目，然后就多了，就有一个女生，她会在她男朋友的腰后面，就是她手会搭她腰后面嘛，画爱心。真的，对，她就画一画，我画什么啊？那就被干掉了。对啊，对对，我们哪里随时注意你？对吧？对啊，我写什么啊？对啊，对啊。对啊，你们都被这样玩过。要是这样弄我，说干嘛想要啊？对不对？成人的世界是这样的。对，你老婆这样画你，你会不会想到那边去？会。对嘛？你们好脏哦。是吧？我们都会想到很甜蜜啊。夫妻这个有什么？夫妻是很正常的。对对，好了，来，做错事的时候一定要欢迎小雨。对，但是要认错。对对对，我知道错。对对，嗯。玩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了，uh-huh. 什么 ？Sweetie 真心话大考验，请拿出板子来，谁是生活白痴？一二三，巧巧，为什么 ？Yep， 他真的是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东西，他是过得很 free 的人，他会丢三落四。嗯，比如说吹风机吹完，他就这样丢着，然后人东西弄完就这样摆着。然后就是要来找说，耶，我的吹风机呢在哪里？然后就要翻很久，因为它所有东西都是累积起来之后呢，就是发觉会有很大堆的东西，然后就盖住刚才的电风扇。你家没出事还真是蛮难得的。没有，基本上我的心态啊，不是说我真的一定不要收或者怎么样，但是我的生活的方式就是一个 free。所以我会觉得，哎，我现在想收，我就把它收起来；我现在不想收，就先放着。就是有朝一日再整理。而且像我们房间很乱。东西在哪里？我们都知道，啊。我知道，而且别人一整理过，我就找不到了。你敢说你都知道？大概都知道，就是每次只要妈妈帮我们整理过一次啊，什么东西都不见了，看似都在，但都不见了。对，所以说我们这种自由人哦，你们不要再来收我们的房间。那如果妈妈帮你整理，你会不会说你以后不要帮我整理了吗？你整理我都找不到。我真的跟我妈说过，看起来房间很整齐，我也是 OK。反正我就是 free 嘛，找不到算了，再买一个。妈妈爱整理，就让她整理。对对对，你不会叫她不要整理。不会，我就是 free。OK， 好，第二题。谁的卫生习惯最差？哎，自由人，自由人就是我。自由人怎么可能卫生习惯差？这你自己说，我不想批评你。就一样的状况啊，就因为我不在乎啊，就只要我看，除非说我是发臭了，就有臭酸味的话，那我当然会很对不起我周围的人了，要不然我。但是还是不行。对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今天很臭，不好意思。像我每天都会洗头，因为我觉得我每天都会有人帮我弄造型，我会觉得臭到人家，或是人家手油油很恶。但他不爱洗澡，对，因为穿衣服我自己穿嘛，就我没有爱到人嘛。可是你不会觉得难过吗？我有这样问过他，他说不会啊，因为其实你摸我都干干的，我没有什么，我不是那种油的人。哦，对，不洗澡的脚呢？洗脚会，回家会有那种洗手、洗脚、洗澡和洗头。其他都不行，其他随缘。他今天开心他就行，不开心就算了。小心妇女病。